拍下去，镜头。真的是对那个啦，生日快乐！哎，怎么有？有没有什么突袭呀？对啊，有关注消防的，有没有什么生日愿望？生日愿望，再许好多。那今天此时此刻，犯规就现场，现场。谢谢。还有这个。那三十而立，有没有？那很大。帅。我的梦想有一半已经破灭。怎么说？对我是我在26岁的时候，让自己定一个目标，30岁以前可以破了。那其实篮筐第一点应该是没问题的。不是啊，正常。啊，正常高度。对，我已经失败。那其实我真的穿拖鞋。是受伤的，我想的可以。没有啊。为什么呢？那比你还好。没什么。做了一个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加油吗？加油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是最近。不要。很松是不是？没有啊，谁知道你生日啊？然后想说，因为粉丝都来，然后想说。希望听到他，你可以讲一些生日愿望。这个衣服是我的生日礼物。好好看哦，真的。我的 NBA 生日礼物真的什么？这个是 Michael Jordan 的6连冠的纪念 T 恤，20年，真的是20年前。所以是你的生日礼物，好好。所以为什么都是那个白敬亭送我的？好好看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超帅的。有什么话你要跟他说？可以说什么？生日快乐！我们已经跟了你10年，然后我们是继续粉丝，我们永远都会在10年的粉丝。对，我们从2017到2017，然后还有到2027、2037都会在。我们真的是10年的粉丝，感觉有背后灵吗？对吧？那个数字蛮可怕，感觉很可怕。但我们一直都会在，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约定，为了他们要持续。对啊，对啊，就继续做该做的。好啊，在台北买房啊，不一定要去别的地方买。台北好多房啊，桃园买啊，桃园买。好，拜拜，辛苦了，谢谢。下次不要这样。笑。今天生日快乐！今天生日快乐！好温馨哦，大你的脸怎么了？拜拜。好。
中心进入决赛，拜一下。强哥，恭喜你！谢谢。直接讲，你不讲话呀？恭喜决赛。来。嗨。嗨。一耶。你今天比较晚出来耶。是吗？行李很多。知道。哎，今天那么晚，已经三多分了。没在看时间。没看到。大家记者在这边。啊？强哥，你们昨天穿西装好帅啊！超帅的，我的天啊！要迎娶新娘。对啊，怎么回事？太帅了。加油哦！我想签那个袋子，我想签那个袋子，我想签那个袋子。需要吗？我在这跟谁拿？对对对，他是我们会再交给他们。好，让你帮我捞一下。好，这个是谁的？这是哪一行？我等，我等，我等。好。上次没有被打。走了，对啊，
赛啊。帮镜头化妆的手要拍一下，上来要摸一下，还是、欸、我没有摸到，我没有摸到。